现在12:18，现在是12:18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6月18日，现在是12:18。还有7分钟，我们先把这个土豆芽放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武村车站，武村车站，好，可以过去了。
哇，今天还是很热啊，非常非常热。今天可能紫外线比较大一点，我看一下那个温度，我要坐127路公交车到停轮渡码头，轮渡邮局，127路，127路公交车，坐到127路公交车，坐到很高低呀，我要坐到越着急越手机越卡，是吧？幺六七。轮渡邮局站，支付宝。127路公交车，嗯，那我记录一下。啊，我们要这样坐到轮渡邮局站，我坐的是127路公交车。127路公交车一共有几个站？9个站到轮渡邮局。现在是在厦门站上面，我们现在在下河路上面，这是金榜公园站，在这边啊，这边也是这样子啊，金榜公园。
后江代站。这老师带去看一下。可以。没有吧？应该算外科吧。
好，说是2个3个小时，我的停车费要多少钱啊？下一站开河路口，这里是西北。车辆的行车。
开下路，牌匾被弄掉了。开下路的那个牌匾，怒江道。我们这一站下，仁德有几站？好，我们到仁德有几了？此处禁止上下客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仁德游击了。今天好像我过来说人不是太多啊。之前我刚过来的时候人特别多，但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人。可能那个都去那个游轮中心码头那边了。那我先啊，我现在呢先要去买票，去买那个买船票，先要去买船票。买船票依然是在那个自动售货机上面，自动买票机上面买。自己不是弄你们。好好，行，下次
拿出我的身份证，很多年。请正对屏幕进行人脸辨认，请暂停。请公屏。刚刚被人家撞倒了，设备刚才被人家撞倒了，不知道有没有问题，应该没问题吧。哎，我现在上。
啊，我现在在那个这个叫做轮渡码头这边，我现在在轮渡码头，现在已经是12:51了，12:51，我现在在等船，等船过来。啊，船已经过来了，等一下，船已经那个快靠岸了，我再给大家拍一下，就是靠船，估计还要过来还要。擦，慢慢擦，慢慢修船。啊，套来了来了。中国建设银行冠名的。好的，然后好扔那个缰绳，等一下要扔缰绳，在那边，这边开不到，给大家影响了，门开了，影响。两侧都有，这一侧和那一侧，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，这一侧和那一侧。出风机要开启了，这个乘客请不要将您的头球脑靠在出风机上。哎呀，开启了，我上半天开启的很早啊，大爷们。出风机的乘客请不要靠在车门上，请不要靠在车门上。没有电的，只是导航自己是吧？方向行驶前放好脚下，注意脚下安全。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做好随身物品。
然后我上到楼上去，到楼上去。室内和室外，肯定现在这么大热天的，肯定是室外。往后坐一点，往后坐一点。Thank you.
乘坐上的铁路请开启右窗。小船将开往鼓浪屿跟骑马头，航行时间大约需要8分钟。温馨提示：各位乘客朋友，为了方便市民客户团返航，本次特别预定16日至6月双十一，届时2023年不相继续各种航空举办。对于西汉卡和学生留学生乘客，需要到鼓浪屿发起码头的售票窗口购买。不要充值的乘客，您可以在厦门的码头、班池码头、滨码头、乐创码头坐飞机上进行自己充值，请您等候。
手注意安全。这是要上传的。那我已经到了钢琴码头了，今天天气还是挺热的。管左右的摆都不错啊。这里大榕树，三个大榕树，然后后面就是钢琴码头，这里是钢琴码头，那钢琴码头呢就是市民码头，就是市民才可以坐的码头，然后那个外地人呢一般都是到邮轮中心码头，到第一码头是吧，到那边去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是延平路。分为几条街啊？大概有三条街。也没人管。那今天的天气温度呢？今天是618嘛，就所谓的京东618。
那今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，最低气温呢是25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低气温25度。今天突然感觉到挺热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看，大家看到没有这些啊，一车一车的。因为鼓浪屿上面呢，就是不都是用11路走路的，没有那个什么电动车啊什么之类的，是一这个步行岛，所以说全部都是用拉货的。拉货的不是你想拉就可以拉的啊，就像出租车一样的，让出租车牌照，当出租车牌照限量的时候，出租车就值钱了，出租车牌照就值钱了。左转进入福州路，这条路呢是福州路，福州路再往前走，前走是龙头路，之前那边也是龙头路，那边从那个那边走也是龙头路，这边再往前走也是龙头路。龙头路，然后走到中华路，然后拐到安海路，差不多到了中。这条路呢是福州路啊，福州路再往前走呢就是龙头路，龙头路就是在我们就是岛上面的商业街类型的那种类型。行，直行进入龙头路，这里是上坡，这里面挺热闹的，是吧？然后直行进入龙头路，很多人喜欢这样在这里拍照的，就这样在这里拍照。然后再往前走呢，就是中华路。啊，出来以后就是中华路了。这里有个摄影相馆。我去拿饼干吃去，我去拿糖吃。前方50米左转。
进入安海路。江湖线。钱不洗，他没给我多少钱吧？师厨味，闽和师厨味。右转，随后左转，进入安买路。我想这条挂的。前方50米左转，进入安海路。左转，进入安海路。怎么办？同时还在那。岛上面的小猫是非常幸福的。岛上面的小猫，人生就出生不一样了。岛上面的小猫出生就比较运气比较好。那岛上面到处都是景点，你看，所谓的万国建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到处都是景点。前方50米到达目的地。小路吗？公平路。这条公平路还不好走，还得。这个上坡，啊，就在这里。205房间是哪里？哎，205啊！啊，对，在上面是吧？衣服，在二楼。啊，从这里上去是吧？对。啊啊！
这是房间。到上面去参观一下。能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啊，这里呢是公平路二号，公平路二号。今天天气比较热，今天如果夏天的时候不比较晴朗的时候，不是说比较晴朗，就是说比较啊太阳没那么大的时候，在这里坐着挺舒服的，这样应该会挺舒服的一个。我在这里喝一点，它应该是提供早餐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这个酒店。好，我在这里喝一点水，喝一点。我后面就是双子塔，给大家看后面。啊，我后面呢，这个就是双子塔，这个就是双子塔，这个、双子塔，然后，双子塔，然后我刚刚是从岛内那边坐船过来的，然后我这个那边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日光岩，这个地方呢就是日光岩了，这很多人就是说到日光岩上面。
有飞机，不知道能看得清楚吗？应该看不清楚，反正有飞机，若隐若现的，有飞机。这个应该是那个太阳能的，然后晚上可以灯有亮的。鼓浪屿风景景区31度。哎，这现在没有小雨，这里没有小雨，改一下，这是应该是阴吧，多云，那是小雨，翻多云。多云，然后西南风两级，湿度79%。让我们下去，这是公平路2号的一个酒店。你们，我洗一下脸，有没有厕所不要用一下？往里面走是吧？好，稍微把脸洗一下。这里。好，
我错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那个把电池留下来。老式电影，电话亭，以前的电话亭确实好像是以前的电话亭，不是，好像是电影中的电话亭是红色的，因为我们一般的电话亭不是。然后这里是公平路二号。公平路二号啊，这个别墅是泫雅橡树庄园，就是拿东西有点不方便，就是说这样子上去拿东西有一点点不方便，其他都还好。公平路，公平路一号就明白是公平路一号了，不是不是，是一所学校吗？上去看看，好像是政府机关。挂了一个国徽，我还是别上去了。人民小学，哦，那边应该是个小学吗？不太清楚。安海路，那个我这是有那个劳动公司那个啥的，你去看看去，那是啊，芹菜吗？
这里是安海路。岛上面小学、中学、幼儿园都有。不想开拍，不想开拍。去看鸦片战争。战争什么地方？这家倒了吗？安海路，讲了，他们这个新玩的是补气叫，是他们自然的帮忙干，然后这个，如果这个要不干了，再找一个。
我是来这边之后就没打了，我太卡了。就是胸襟的。Yes. 可以打破了。哦，好像要下雨了，但是应该下不大吧。我们现在在这个街心公园这里，街心公园。
鼓浪屿街心公园龙头路，现在是31度，阴天。Thank you.
有点下雨了。一般好像那个商业比较集中一块，就是龙头路商业这里比较集中。新华书店啊，新华不什么，不是新华书，鼓浪药店。这里就是所谓的最热闹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什么烤肠，有一个烤肠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烤肠还有什么土耳其冰淇淋啊，对。他们没下来好像。
说你要看你看一下这个。这是学生。先说干嘛？干嘛？是。上面是不是就是糯米云他们？他是也是来旅游的，好像他身上带着那个东西。这边星巴克咖啡，不要咖啡。邮局，这邮局。哇，好多人呐、啊！寄明信片，寄明信片的。转一圈吧，虽然我不记，但是有朋友要记的话，我可以帮他记。那五张就25块嘛，25块，到这里哦，你那8块。写完之后，放你先的地址是你的电话给他。好。服务员。哎。我应该不出来。马上。不知道，不用，知道就可以了。给了，给了。哎，不要。地址姓名门铃是吧？对，两张床。现在因为是不行。那去那边。有点有印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你在那边写了，你在那边抽。哇！香港要
口练琴。啊，如果大家我突然讲找到了一些啊，可以就是帮大家，就是说如果大家要寄明信片的话，也可以叫我帮你们寄明信片。这中国邮政的价格方面好像挺便宜，还算合理的范围，合理的范围，5块、10块、15块，一张5块钱这样子，合理的范围，确实是合理的范围，可以从这个寄出去。明信片，寄明信片。以前我没有进去过，以前只是说路过，但是从来都没有进去过。大家如果想寄明信片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，我能帮帮大家寄啊。当然了，费用大家要自己出啊。我现在是，穷的可以啊，穷的，啊，怎么说？穷的理所当然，穷的心安理得啊。什么叫穷啊？这不叫穷，我现在是别人是生活，我是生存，所以说我无奈，但是我又有一点骨气，就是说一点清高，就是说呢，我现在走在龙头路上面。如果大家要寄明信片的话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要寄明信片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或者加我微信或支付宝，告诉我，你要加微信、支付宝，你要告诉我你要干嘛，不要我问，好不好？我问的话，我觉得好麻烦，我就是说了，你要干嘛？什么事情？当然了，我有时候会说，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，言外之意就是说，打赏一下吧。这做视频确实不容易，因为你提出了那个，提出你想干什么了。这个惠安女啊，惠安雕塑，蜡像馆，惠安女的蜡像馆，喂，它确实是走近了以后就觉得不太像了，但是在远远的确实有点像，就是说在远远的看，惠安，嗯。叫他们这边找个地方坐一下。那我们在后面呢，就龙头路了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那我现在是准备回去了，坐船回去了。那岛上面什么应有，也算是应有尽有。虽然，是一个岛，但是它上面真的是应有尽有的。虽然种类不是很齐全，但是。基本的生活还是有的，但是它这个是十一路嘛，大家都是十一路公交车，风吹走的公交车，它是没有那个，都是没有那个什么汽车啊，还有大家要带什么，如果大家有带那个什么宠物啊什么之类的小狗啊，这个方面我倒是没有去，问过。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因为有些过来旅游的朋友，他想把宠物带上来，但是又不知道方不方便还什么之类的。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，我也可以去问一下，因为我自己现在不养宠物了，所以说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，顺便我也知道一下。那现在的时间呢？现在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6月18号，现在是14:11啊。那我们就准备坐那个鼓浪屿的这个游船回去了。准备上船了。上船。好热啊。
啊，船刚到，船刚到，可以，船刚到应该差不多可以了。船来了，船来了。你看，上来的时候，那个我们上船的时候，那个是平的，现在有点，落潮了，有点落潮了。准备上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到楼上去。到楼上。楼上来，然后还是坐在外面吧，然后。等一下，船是从这边开出去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坐在那边。然后这次厦门岛，本门关闭，有待乘客请您留步一道。您好，新成都真情，欢迎您乘坐厦门本地人行公司渡轮。本船刚到伦敦港口，乘船期间全程禁足饮食及吸烟。准备出发，恭喜女士。今日起至6月30日进行2023年第三季度哥德堡超值新卡发明。对于新卡发明来学生连线的乘客，需要邀请码头分到窗口开始办理。已办理哥德堡及需车子的乘客，可在飞机码头、钢琴码头、飞码头、钢琴码头及机上进行超值码头开卡。
穿的，这个是开得过去的，对开就是说对开，这辆开过来，那辆开过去，我们这辆开过去，开到刚那个轮渡码头，这辆开到钢琴码头，对开的。我靠在这个船墩上面，弄缰绳固定住，看到没有？弄到缰绳固定住。又一条，两条缰绳固定住。然后会滴滴滴，门就开了。现在大家都差不多要已经开始走了。
终点站已经到了，下车下楼梯时，请您抓好扶手，注意安全，请您抓好扶手，注意安全。往后看一下，啊，看，刷脸进来，或者刷卡进来，那我现在已经到了伦渡码头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，那我能做到的我尽量做到，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支持，那谢谢大家。我的微信和支付宝一般都会放在前面和中前面和后面，然后中间会加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生活在厦门不易啊。这里就是市民码头，刚那个轮渡码头了。那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游客的话，要到那个轮渡邮局码头，要到第一码头方向的那个什么码头啊，我不经常说，所以说都忘了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的时间呢是2023年6月18号。现在呢是下午的14:26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.